老铁换了一台啊 iPhone 11 Pro， 重摔啊，机身弯曲，现在开始维修啊。那么先拍一个分层啊，11 Pro 分层的视频。其实呢，像11系列的，包括11 Pro、11 Pro Max， 分层都跟 iPhone X 系列差不多，只要你分过 iPhone X 系列的啊，像11系列都没有什么难度啊，双层板都差不多。啊，我们来拆一下主板啊，拆一下主板，然后把主板放上测试架，就准备分层啊。咱们分层都是用封箱分层啊，都没有用什么加热平台，因为我们之前也修到人家加热平台加热出问题的，修了好几个。那我们这里使用的封箱是快客2008啊，风速100，那么温度是360度。那么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啊均匀的加热，风箱不能停留啊，一定要均匀加热，然后镊子不断去试探，看它有没有融化，如果融化了我们就直接给它拿下来，但是前提必须加热要均匀，不均匀的话你这边融化了另外一边还没有融化，容易出问题的。 OK， 分下来了啊，直接看到上面掉了很多点。